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，乃是日落之处，俗称天尽头。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。你看那前面就是吧？这呆子又胡说了，从小到老，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！走，悟空，还有水吗？ 大师兄，没水了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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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快把行李放马上吧。师傅。走。过来。师傅，你看他们饿的，我们还有些吃的，哦，快拿给他们。哎，来，师弟，给，拿着，谢谢。给，爷爷。谢谢，多谢。师傅，谁喝吧？八戒，师傅接着喝吧，喝吧。我，阿弥陀佛。请问老者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如此炎热？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。哦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四季都在燃烧，所以如此的炎热。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。正是西去之路。哎呀，师傅，这么热，怎么过得去呀？就是铜脑盖，铁身躯，要想过火焰山，也会
化成汁。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，哎呀呀！这四季皆热，庄稼无法生长，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？长老有所不知，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，住着一位铁扇仙。哦，我们这些庄户人家都靠着铁扇仙，才有好年成啊。哎，你们饿成这样，何不去求他呢？哎，没有礼品孝敬他呀。哦，这没听说，还得给神仙送礼啊。哎呀，难道你们就这样等死吗？能去的人都去逃命了，我们，哎，我们无力行走，只好在这里等死了。悟空，啊，悟空，师父，你去求求那铁扇仙扇灭这火焰，救救这些百姓，我们也好西去取经。好。女童莫怕，我是问路的，请问此处可是翠云山？啊，这山上可有个铁扇仙？没。这山上不是有座芭蕉洞吗？芭蕉洞啊，有啊，那是我们大力牛魔王和铁扇公主的住所，没有什么铁扇仙呢。哦，铁扇公主、牛魔王，嘿嘿。铁扇公主是牛魔王之妻，也是红孩儿之母。红儿，夫人，你方才与何人讲话？我，人呢？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个和尚，向我打听铁扇仙呢。想必是有为难的事情，你就该问个明白。嫂嫂，嫂嫂，嫂嫂，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。啊，你就是孙悟空？正是正是，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。你就是我的亲嫂嫂，请受小弟一拜。你这泼猴，哪个要你见礼？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哼，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？嫂嫂错怪我了，令郎已成正果，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，与天地同春，日月同庚。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。啊，你这猴子，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，还说什么谢你。看见我，嫂嫂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谢就不谢，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！啊，不借。哎，嫂嫂，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，快把宝扇借我吧！啊，你真的要借扇吗？啊，这也不难哦。你让我砍你3剑。哦，只要嫂嫂能出气，砍多少都行啊！来吧，嘿，来，来。
嫂嫂，你也出气了，快把宝扇借给我吧。啊，好，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。啊，嫂嫂你真好，小弟多谢了。嗯，哦，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，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。夫人，有帮手怕什么？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休提那个无情义的。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。看你这呆样，是不是又在想他了？多时不归，我真是有点惦记。哼，好吧，那你就回去吧。回去？哎，回去你就别再来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的美人，我是随便说说，别生气，我的美人。我是说着玩的，别生气啊。孙大圣，孙大圣，大圣，孙大圣。这什么地方？啊，哦，灵吉菩萨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孙大圣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。孙大圣，小须弥山，您取经回来了？早呢，早呢。孙大圣，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菩萨，你有所不知啊，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。芭蕉扇，没什么。哎，来，菩萨，来。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，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。哦，一件灵宝。若要是山照人，那要飘至54000里。哦，54000里。孙大圣，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，想必不会伤着您吧？嗨，伤倒没伤着，只是借不到芭蕉扇，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。大圣，我给你一粒定风丹。定风丹？看。哦，啊，你又回来了。回来，回来了。嫂子，你一扇子54000里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。啊，
嫂嫂别小家子气，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，借我宝扇一用，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。啊，嘿嘿，哎，哎，嫂嫂，啊，哼，你还敢来借扇？敢，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破猴，你真不知道好歹。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，嗯，我就把扇子借给你。哦，嘿嘿，真的，真的，绝不反悔，绝不反悔。好。嘿，嫂嫂，扇吧。孙悟空，嗯，哦哦哦，嫂嫂扇吧，扇吧。嫂嫂，我在这儿呢。借我扇子吧！啊，哎，嫂嫂，哎，嫂嫂，哦，童儿，哎，快拿茶来。是，夫人，请用茶。好了呀，嫂嫂，啊，嫂嫂，既是关好，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？给你来个点金穴，哎！夫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哎！夫人，哎呀，夫人，快说句好话吧！你到底借不借？借，借，你快出来呀！你把扇子拿来，我看了以后再出来。童儿。快把扇子拿来。好，扇子给你。孙叔叔，给你扇子。好，你把嘴张开，我看了就出来啊。真够热的，我哎呀，怎么这么热呀？啊，哎，二师兄，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就是啊，怎么这？我去看看去啊，我去看看，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师傅，你看。猴哥来了，猴哥来了，猴哥来了，师傅，猴哥，
扇子借来了啊！哎，快跑！师傅，快跑！师傅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老孙被那婆娘骗了，借了一把假扇子，这火越扇越旺了。猴哥，瞧你借的破扇子，你看，这个是才我不曾防备，未念避火诀，也未用护身法啊！悟空，还得想个办法才好啊！说的是啊，办法我有。八戒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咱们找个没火的地儿去，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二师兄，哪方无火？东方没火，南方没火，这北方也没火。那哪方有金啊？西方有金。西方有金。我们正要去往西方有金之处啊。有金处有火，无火处无金啊。师父，这才叫进退两难呢。阿弥陀佛，我唐三藏何时才能到西天呢？师父休要烦恼，你是？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，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。多谢多谢，只是天气炎热，无心用饭。还是请徒弟们吃吧。啊，好，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，请师父用斋。我们都不想吃。你们不吃啊？我吃。徒弟老儿，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，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。大圣，这是何意呀？你身不土地，却让此处烈火熊熊，民生不得安人行走。这大圣错怪小神了。这火原是你放的呀。大圣，你想想，500年前，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，你把丹炉踢倒，那炉砖落到此地，就化作火焰山了。还望尊神为我们指引一条过山的道路。师父，此事还需大圣出力，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。嗨，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，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，被他骗了2次啊。这，大圣，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？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。积雷山啊。女婆子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你是什么人？此处可是积雷山？正是。那可有个魔云洞？你找魔云洞干什么？我是翠屏山铁扇公主叫我来找牛魔王的。你回去告诉那贱人，就说大王不再要他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玉面狐狸啊！你胆敢无礼，看我不叫大王打断你的腿！
倒好，还有兴致喝酒。美人，你这是干嘛？哼，你这老牛把我害了。美人，别生气，你坐。我老牛有什么不适之处，你且慢慢说。刚才我在石洞外面遇见一个和尚，他是铁扇女派来找你的。找我？我那山妻自幼羞耻，是个得道的女仙，与和尚从无来往吗？哼，还说呢，我只说了他几句，他就举棒打我，若不是我从小路逃回来，险些被他打死。美人，别难过，别哭了，别哭，别哭。像是有人冒名前来，带我出去看个明白。牛大哥，牛大哥，还认得小弟我吗？你是孙悟空？正是正是，一向狡辩，兄长果然风采如旧，可喜可贺呀！休要胡言乱语，世态欺我爱妾，是何道理？兄长莫急，小弟一时鲁莽，惊了二嫂子，请兄长宽恕。好吧，念在姑舅之情，饶你去吧。兄长莫急，小弟还有一事相求呢。说吧。兄长，兄长，坐坐坐坐坐。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，被毒火焰山，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。谁知嫂嫂不见，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，灭火后即刻奉还。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！正是正是，我那山妻不肯，你就到此胡闹，你吃我一刀！猴子，大哥要打就打，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！你这猴子！欺了我儿，又害我妻，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，还说什么结拜之情？你若比得过我，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。好好好，不知大哥武艺如何，今天正好比试比试。怎么还不回来？师父千万不要心焦，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。唉，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，不肯借扇。哎，师父，我去看看，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。师父，小神认识，我与他同去。有劳尊神。大圣，大师兄，你可回来了！大圣，那牛魔王呢？大圣，快看，那牛魔王走了。哦，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。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，我去追他。好，走走。快看，这就是魔云洞啊！
水晶晶兽。回来了，真的，真的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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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银像可好？大王宠幸新欢，哪里还管我的死活？夫人莫要怪罪，只因朋友交往甚多。哼！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无法脱身，实在无有闲暇回家。哼！夫君不在家中，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。啊！这还了得！谁敢欺负我的夫人？那孙悟空啊，为保唐僧取经，来到火焰山，逼着向我借扇。夫人，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？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，钻到我肚子里，疼得我死去活来，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。啊！这还了得！带我去把他追回。大王啊，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。啊啊，夫人，夫人，那真扇子呢？真扇子啊，我已经保存好了。好，好，夫人请坐，请。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！啊，夫君，莫忘了结发之情，请饮一杯香中之水。啊，好，夫人请。大王请。啊，请，请。怎么了？好酒。好久，好久。夫人受惊了，请夫人干了这杯。夫人海量。夫君，请再饮一杯吧。喝，夫人，夫人，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。好，夫君，夫君，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。夫人，你醉了。嗯，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，留神再别让猴子把它骗了去啊。
夫人，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，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。嗯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，我就把扇子交给你。夫人，我若再离开你半步，叫天神打。夫君答应就行，不消起事，我将宝扇交付于你。夫人，你从此当真不理我半步？千真万确呀，夫人。如此，我就把宝扇交付于你收存。好。来呀！快走吧。夫君，夜已经深了，快上床，安歇吧。你只管出神，想什么呢？说也奇怪，这小小之物竟能扇得灭800里火焰山。你离家两年，像是昼夜瘫痪，怎么连自家宝贝的诀窍都忘了？这诀窍。来，快走吧，我告诉你。好。夫君啊，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？哦，那就上床安歇吧。啊，夫君。你仔细看看，我可是你的亲老公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气死我了。夫人。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夫人。啊，夫人。哎夫人，你这是为何吗？你这该死的狐孙！你是谁？哎，夫人，谁是狐孙？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，我才急忙赶回来的。你，哎，啊，哎呀，你这天杀的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夫人，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，将宝扇骗走了。啊！夫人莫哭，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，为夫人出气。好宝扇，好宝扇，跟我一起去灭火，走。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，出妖有功啊！敢问尊神，那牛魔王法力如何？师父，这牛魔王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。悟空去了这么久，想是与那牛魔王搏斗。八戒，你去迎迎你师兄。啊，倘若僵持不下，也好打个帮手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我去。
猴哥，宝贝到手了，怎么弄来的呀？是啊，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，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。真有办法呀！只是我忘了问那铁扇公主，这扇子如何由大变小，一路上还得扛着它。哎，来，我来扛吧，咱们一块儿去灭火。你扛着走吧。扛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中计了！年年打雁，今天吊雁啄了眼。猴哥，我来了。哪儿去了你？真是！你这该死的老牛！什么老牛？我是八戒。八戒，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，你倒好，打起我来了。你真是！八戒，你不知道啊，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，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。这遭瘟的老牛，找他去！走走走走走！猴哥，快走！猴哥，来，这就是那芭蕉洞吧？正是正是。这猴子欺人太甚。夫人，你且收好宝扇，带我追上前去，剥下猴皮，砸碎猴骨，挖出猴心。孙悟空，你往哪里跑？别跑！
看，火灭了！爹！啊！师傅！